这个喝叮当。贤惠，你对我倒腾来去，虽然讲你是我的丈人爸，啊，不过这个砖头我上好起来，我讲话上大声的哦。哦，伊学你叫刘德华的啦。亚夫，你甲我讲话。好，我来讲。咱丈人囝婿一定真好。袂叫你外口，阮某到位啊。你倒是无时段。我坐啊。阮爸已经死啊，无你代车一个啦。你去倒位叫？太袂叫。来你哪骂嘞哈！恁查某囝嘞，你莫跟我讲恁查某囝嘛跟我生这类型的哦，哈！那我这型该卖嘛哈？恁查某囝这细汉就把他们破起来而已哈！对呀，是啦。你是咧哭还是要哭啦？臭干爹白点名，哈！我要查恁查某囝，你跟我跟恁妈啦？你是用过啊无的，敢上来好欢迎哈？你来讲这种话，意思讲？这在恁家做家庭主妇，吼，你使用了，安尼哦，车价做官做官做了无啊，还算来好我哩？不是安尼啦，我讲代志不是安尼先。啊好嘞，这个代志你给我归工，我外头处理好。卖跟我讲遐多，你，给我一杯忘情水。好未啊？慢点讲，亲们的情书我无可能同意。我落的定金你上好，一甲五钱拢莫给我减哦。你若给我减的话，而且啊，恁阿公要下场，会死安怎？潇洒无？你少年的潇洒，你救命！我不管你哈。恁爸阿未死的，你就想要偷窃？娘！没错，你马哥醒醒。嘿，阿是嘿，小腿大块带150公斤嘞！冷静，这种情形，咱就是要慢慢来讲。咱从现在要起来，咱唔好来，咱慢慢来，甲伊回溯一下，本来是啥物人坐伫个头？还是跟我大哥哦，恁两个阿母才是温刀，若要冤家，给我死出去！我问你的，查某囝受花轿的，是你带受花轿的吗？对，行，这件代志来公司做庙看卖。好。你们别单分晒，
皮啊，小林鬼，丢，跑！阿店主席，我们请来了四位人王的大水，水一滴，红三四。现在大门口的护城壁被烧了一角，这是小叔洪财天岳父提起，伊要调去四海龙王治水。天师傅洪山师是不洪，你爱了解洪山师周围平民百姓许多。若是失了洪山师，也代表平民。百姓不听师兄不给技术，这是要如何是好？放心，讲这阵哦，这代志交予我来处理，就去我传家机的这是碗公，我也是修得人家这个碗公依旧不动，您的优良善法出家事情，我会当替你斗三工。你的碗公会当做什么？一块碗公会当配三笑水，那安尼你有几块？哇，多好落地！落地我天生无笑你。富海的王子水，不是这样简单容易。那无，我现在到你来内底的所在，继续烧我，继续做我，你想如何呢？敢会？